天空的脚趾头关节本来平常做的磁材发通脑做一般的动作。关节底部的软骨呢，就将软贴的中央吸收体重脑发通带来的冲击。当软骨的磨损，关节微痛微肿，就是退化性脚趾头关节炎。虽然症状发生轻慢，不过就会渐渐恶化，严重影响生活。强壮的透过适当的控制来减轻症状。减轻的方式有：药物治疗、冰敷热敷、腹腔运动、各种辅助工具。希望胃痛以及摩托经过加下的方法来减轻，就做的考虑用人工脚趾头关节置换手术来做治疗。手术分作全人工脚趾头关节置换、脑部分置换两种。医生在拿掉受损的软骨过后，会使用人工的材质来代替。手术过后，配合腹腔增加剧烈脑发痛的角度，当脚就做的磁材发痛了。手术过后，痛会明显改善。对中多年，有超过80%的人对手术吃到挺满意。做一项手术，只要全身也是半身的麻醉，医生会评估人的健康状况。手术过后短期会吃到伤口会痛，需要短期出院。当然，任何的手术都有夹嘅风险，没有可能发生并发症。比如讲，引起失神、感染、脚趾头关节无问题、伤口恢复不良、脚趾头关节发痛角度无好。不过对健康人来讲呢，发生并发症嘅状况唔系千只看到。莫接受手术，做得避免手术产生的风险。不过药物治疗没有可能带来上盘、背盘、鼻溃疡，影响全身功能，带来其他的副作用。希望脱脱臼再来接受手术，效果可能就无安好。在考虑系咪进行手术以前，除了以上的医学考虑，唔限做得上看啊，即系有乜嘅差异嘅地方，留思考。做得再留医生，共同来讨论治疗的方式咯。